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访民马波。我是来自河南省焦作市中段区的访民，叫张小玉。我是贵州省石田县龙鹏镇川坝村一个约民失地农民，名叫安少勇。我是来自广西柳州市访民，叫熊志英台属。我来自河北省清县访民，叫郭尚春。我来自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访民，黄光玉。我来自辽宁丹东，我是台属，叫宋玉吉。我是辽宁沈阳苏家屯访民刘丽。我是辽宁省丹东市台属访民江家文。我是河北省沧州清县，我是王莎莎。我是江苏山林永光市广南县的访民周文明。我们访民做了一个一个含义。